你跟着，我去拿绳子，跑了就麻烦了。哎，你怎么着哄他睡觉啊？，谁？等等。他好像是会巴那边掌勺那个人，就是给我们摊煎饼煮羊汤的那个掌勺的。对，昨天晚上吓跑了。他好像吓傻了，还挺能耐啊，还知道摸着回来。他在干什么？打伞。你为什么要打伞啊？又没有下雨。下沙子都埋起来了，不打伞会被埋掉的。谁埋了？八爷。他回去过棺材那儿。怎么埋的？下沙子，一条线。那棺材呢？你跟着，我去拿绳子，跑了就麻烦了。哎，你。怎么着哄他睡觉啊？不是你至少你，行，挺好。慢点，慢点。他散掉了。行。你打，还在想海龙队二号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真的有二号海龙队，他不说活人，有一种可能，那个掌勺的不是在灰八死的时候被吓傻的，他后来又回到过那个地方，可能是看到了一些事儿或者什么东西才被吓傻，可他却没有消失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死人会消失，活人会留下来？有可能。你想到什么？